What was that? 2-2? 2-2? 3-2? Okay.我覺得有兩個。
其实不管打比赛，你发球过来，带过来，好，有时候他传中，你是不对，有时候弧线带的时候你倒出来，懂吗？要弧线带你打的吃亏了，先前弧线拉到两边，强台可以，他顶你板拽过来高就可以打，这第一。第二呢，他发球的时候啊，我跟你说，你拉贴墙可以，你不要轻轻的，那轻。管球他顶过来你辛苦，你一定要他打得出去，对吗？然后发球也是发球发好一点，发球不能急，不能急的发球啊，一般就好。Don't slip。播到而家都係咁嘅，係啊，由開播到而家都係。好嘅，由開播到而家都係，係都見到好多。
就是我跟你说啊，没问题，有一个问题，因为你把你这边拉的时候呢，我的手呢离它很远，其实一般都拉死，但是我们的香蕉下台的时候它就出来了，所以你先放手，如果拉的时候你感觉是向前的，一个人好像对太硬了，对，是吧？那个人不是了，你把它拉上拉到长线，它顶过来的时候，它可以出来，它飞出来，它顶过来可是慢慢向再等，再向前大，对吧？不用太急的。其实你跟他讲结论的，就是你拉是原因，是不是太急，好吗？好，再来哦，放松手哦。很高级的，4:1，不难搞。
老公。好 CDA 好的，是主体是。